是 Q B 我又回来了。对，那个我其实本来只有要报上个专案，这个专案是这样的，它是叫做动民主 0.5， 然后是我之前啊，我们之前有个伟大的 ET 部，他弄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。可那时候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有点难入门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弄个简单版，就是投票就好。那所以因为简单版，所以就 0.5 这样。那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？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刚刚提到有四张那个Cost Cup 的那个 VIP 票嘛，然后我们想说要用一个方式来决定谁拿票。之前曾经用那个 Feedback 做过投票，可能有点难用，所以就大家就脑筋就打到这边来说，哎，你不是弄一个投票系统，那我们就来做吧。所以呢，好，那 Anyway 这个东西我们下午会拿来测试这个投票，但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实际上被用过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崩溃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今天有些人可以帮我测它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后端其实程式码可能一直要报到有点难，我在想说，可以有那个视觉设计的 UI designer 等等的来帮忙看一下这个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调这样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网址看起来其实有点复杂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抖音叫 Bingo 啊，他就说啦 Bingo， 然后呢，当然啊 Bingo 跟我只弄台语会被那个，所以我也把奔猪啦也买下来了，因为我打错字，奔猪啦。好的，对，所以呢就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呢再 recap 一下，还有时间哈、哦、，recap 一下，我们要找视觉设计稍微 beautify 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忙玩看有什么 bug， 最好是还有能力顺便修，没能力也没关系，就提示一下问题。好，然后我们下午会用这个东西来做，网址应该就会是 Bingo 啦、哦、下午要投票的时候大家就 Bingo 啦，你就知道要去哪里投票哦，这样 OK 哦，好好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